你要放轻松哈，我们分三个阶段，一二三哈，夹脚啊，弹出去，然后收回来。好，二的时候喊声，夹高，脚背收回来，脚背，放轻松，你可以做得到。放轻松，就踢得高，脚拉高，放轻松，拉起来，放轻松，就踢得高，放轻松，好了，再次来，很好哦，三，来，我们用重心来哦，放轻松，上身力量放掉，就直接到定点整个拍进去来哦，两身，好，我们要讲到侧踢，